今天用这个视频再给你们详细讲解一下优洽酵素果冻。我给你们推荐这款，在大网红薇娅的直播间还有主持人李湘这些直播间都有强烈推荐过啊。优洽酵素果冻大品牌的，今年2021年酵素果冻特别火，试吃播人手必备酵素果冻，十个试播能有九个都在吃酵素果冻。它的主要的功效就是刮肠油治便秘。我先给你们详细说一下刮肠油，它就属于那种促进肠胃蠕动，把肠胃里的那个油脂给你刮走，身体不吸收咱不至于变成猪八戒。它的功效就是让你保持身材，如果你像我们这些吃播每天暴饮暴食吃的热量高的食物，一定要搭配着酵素果冻吃，它的作用就是让你保持身材，不会让你往坏的方向发展。如果你每个月肯定得至少吃一次一到两次烧烤火锅烤肉之类油腻的东西，一定要搭配着酵素果冻吃，然后当天晚上来一条，第二天直接上厕所，就是让你原地踏步清零，跟没吃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像我们这些吃播嘴不是特别馋，或者是能管住自己的嘴的老铁啊，每顿饭的饭量咱减个三分之一，搭配着酵素果冻吃效果会更好。你吃完这一单之后肯定会有明显的效果，不像我们这些吃播不会往坏的方向发展，但它也不能让你从八戒变成悟空。如果你每顿饭的饭量减三分之一，搭配着酵素果冻吃，你的效果会比我们这些吃播要好。吃完这一单之后你达到你想要那个效果了，你都可以不用过来继续回购，因为它没有任何依赖性，不反弹，没有副作用的。果冻第二个功效专治便秘，如果你是那种顽固大秘密，一定要搭配着咱家这个酵素果冻吃，吃它这个效果会特别好，让你第二天排便的次数会多一点，畅通无阻，就是拉的就是痛快，加快你新陈代谢，有助于调理自己身体，把你身体底的垃圾啦或者毒素都给它排出去，对身体也是有好处。咱家这个酵素果冻现在还有活动，原价79.9发六盒，现在下单立刻多赠三盒，到时候总共是九盒的量，正常六盒的话够你们吃一个月，现在九盒能够你们吃一个半月。咱家这个酵素果冻忌口，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所有的药物类还有咖啡还有茶这三个食物往嘴里进的食物，一定要跟着酵素果冻间隔一个小时去食用。不能吃的人群啊，14周岁以下的儿童、孕妇、哺乳期来姨妈的时候停一停，然后姨妈走了可以继续吃，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这六种人群不能吃，剩下其他都能吃。酵素果冻每天晚饭后或者睡觉前去吃，我正常就这么吃法。其实它这酵素果冻什么时间段吃都可以啊，你跟我一样也行。我每天睡觉前半个小时来一条，一定要细嚼慢咽的来一条啊，随后跟着一杯50度左右的温水一口闷就可以了啊。我刚才直播吃的比较多，必须得来一条。细嚼慢咽一定要记住了啊。随后跟着一杯50度左右的温水就可以了。